我的皮革。皮革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我的鼠标，对，我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说过在 vlog 里面啊，我的鼠标在我临走前前一天就坏掉了，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鼠标，这鼠标好的，让我想把我自己屌给拽下来，对，这是我自己新学到的一个表达方式，让我想把我自己的屌给拽下来，非常好，然后我学到另一个表达方式，不太好，其实可以说是骂人方式。我在 off 玩 LL， 很明显 off 玩 LL 喷子非常少，但还是有喷子，基本上就反正就是那些低端局话题，你为什么要去下路啊？你为什么要去打野？你打野不伤吗？啊，没有符文你打野不伤吗？反正还和国服一样的话题，都是因为这些吵。那么有一个人呢，不知道忘了是因为什么吵，然后挺生气的，然后他还这么说了一句：“我希望你死于癌症。”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厉害了，骂人太狠了。说真的，不要这样，对，不要。我天，怎么了？我没说你们，难道你们都死于癌症了吗？不要这样好吗？不，我不是在说你们。我没有弓箭了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你不要吵我神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这就是你不能说这句话，要不然一群僵尸就朝你过来。对，非常恶心。然后这个视频啊，它质量应该有点伤人，因为我以前直播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兼顾那个上传速度和那个就是上传速度，所以我就把那个码率调到2000左右，然后现在是5000，我应不应该调5000，我应该调最高的，我应该调更高的，所以先把这个僵尸解决掉。天，好的，所以呢。我觉得这两个表达非常好。然后我前面说到什么来着？我总是因为一个话题错到另一个话题，然后就不知道我前面的话题是什么了。没办法，这是我的毛病。我觉得我得先做一个斧子出来，要不然不好玩。完了，天，今天是7月8号，对，我一直把北京时间。你为什么在我的家里？你不会也死于癌症了吗？还是你女朋友死于癌症了？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他明显没有针对我，他针对我了，还跳起来了。你跳，我剑损坏了，还有个剑。为什么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铁剑呢？我不知道。好的，所以我做个铁斧出来，我一直忘了我要做什么。如果说你真想看 Minecraft 的话，我推荐你不要看这个 Minecraft， 因为我不擅长一边说话一边 Minecraft， 一边我不擅长一边讲不是 Minecraft 事情一边说 Minecraft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应该说得通。好的，这个把什么东西扔掉呢？就决定是你了，好了，你扔掉吧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去砍树。好的，我现在试一下那 Stampede Longhead。然后我们要去砍树。哇，你看这个树好大呀，我们把它砍下来。哎呀，怎么没有砍树插件呢？我们砍。哇，你看这个树原是紫色的。那笑声根本学不出来。那小人和午秋风差不多，但是更烦人。我不是说午秋风的小人烦人，你不要这么理解我。我觉得午秋风的笑声很好玩，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笑，对吧？我实在学不出他的笑声。啊，我的天，你不要过来！我没看着你，你过去，我不看。你为什么不要逼我看着你？我太生气了。嗨，其实我一直没有试着朝他的眼睛里面看，但我要试一下他会不会真的打你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朝他眼睛里面看过。好，奶牛，别，你过来，别害羞，让我看你。他很明显就是这样叫了一下，然后很明显不来打你。看，我在看着他。他有生气吗？他有生气吗？明显没有，没有多生气。哦，你来，我看着你呢。会不会我们留言终结了一个东西？就是中间人，你不惹他，他就不会惹你吗？你看，他就不打你。
你怎么看到他都不打你？你怎么挑衅他，他都不打你？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要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。你有生气吗？你来打我呀！你来打我呀！你看我看你。我真的留言终结了一个东西吗？难道这不存在吗？这个，来呀，来呀，我看着你呢，我看你来打我呀，你来打我呀，你来，他后退了，他吓了后退。好了，我今天就看盯着他看了。哎，你来打我，哎，你来打我，你看什么看？啊，你看我，看我，哎，信不信我砍死你啊？信不信我砍死你啊？啊，信不信我砍死你啊？啊，看啊，被吓跑了吧？啊，被我眼神吓跑了吧？你知道我哪里来了吗？啊，让我来了吗？啊，让我来吧。哎，不要回来，回来，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我往你实里看，看你想把鸡屌给拽下来，啊，来看，看，我看你，啊，你就这么逃了，啊，你逃哪里？逃到哪里？啊，那躲避不了我了，战眼神功，我要战眼神功，人啊，你不见了吧？你不见了吧？你就这么逃了吗？啊，啊？好，嗯，我们继续做这个家，所以我们刚打破了一个留言，就是末影人他不会因为你瞪着他而生气，他们只会装着很生气，然后你要继续瞪着他的话，很明显他就消失了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的，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好说，所以我就继续做这个东西。对，其实不是因为有些东西不好说，所以。不是因为有些东西没有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跟你说，所以因为有些东西不好说，所以不能跟你们讲，非常遗憾。好，这是沙子，是你吐给我的吗？不要这么看着我，是你是不是你吐给我？你不要躲避我的眼神，你跟我说话，是不是你不要躲避我的眼神？这是心虚，是不是你是不是你？把那个给我的，你叫，是吗？是不是你弄的？给我站小路去！认错，认错！你给我站小路，给我站走，站水里更好。站小路，好站，不是站在角落，是站在角落里面。你个，好看你怎么出来？不对，他可以出来的。好的，因为我们是单人生存，所以需要一个人和我们讲话，把它叫做迪多，不对，迪多不是，迪多不能是一头猪，他叫迪少，对，那个少是少爷的少，他叫迪少，非常好的好听的一个名字。然后我们还是需要木头，为什么总是需要木头？我们瞭望塔的，我们那个房子呢？我们花了20多集时间做那个房子，然后那房子不见了。而且因为你要说要旅行，然后就走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啊，那个房子我是有灵魂的，我就那个房子，我这样和你讲话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是谁？啊，是谁为什么要抛弃我？啊，因为我不爱你，不是说好，彼此互相的天使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不明白，我就是那种被你弄了一次就离开的女人吗？我是真的是那种人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是那种房子吗？你就难道我心里中的房子？不对，这句话说的不对。对不起，我被爱情冲破了头脑。难道你心里中的房子？不对，难道难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这样把你屌给拽下来，但是我的天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不对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不是房子。这个好，我们可以说话了吗？啊？啊！不要管你那史莱姆的东西了，啊！还记得那个声音吗？还记得那声音吗？对，那就是那声音，啊！就我们那一次声音，然后你就抛弃了我，就这么抛弃了我，明白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就睡了我一次，在里面我睡了二十多天，然后就走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能给我交代吗？可以啊，你给我呀，给我什么交代？我不爱你。你还记得我就是那样孩子吗？
你知道我住哪里有孩子吧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我住哪里有孩子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下去我把屌给拽下来。啊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说。哎，你说什么话？你说什么话？你不要插嘴，小孩不要插嘴，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，知道了吗？打你一下，听清楚了？谢谢你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邻居能听到他那句话，听到他们也听不懂，非常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没什么，哦，不能喝水了，没水了。这里水都是带气的，非常刺激，喝上去，强迫症。哎，来，你有没有被逼死？你有没有被逼死？你有没有被逼？被打掉了，不小心打掉了。我感觉我自己被逼死了。好的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可以到这里结束，我都不知道这第几集，我可能就我就不按贴出来，我们就100集左右，15分钟一集，或者10分钟一集，或者5分钟一集，这样因为记天数实在是太困难了。然后差不多我们就现在结束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